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小李子给自己做了一款小零食，静静地享用一个人的下午茶。植物真的很神奇，一颗柔弱的瓜苗居然长出如此坚硬的果实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切开。南瓜籽其实是个好东西，晒干后可以炒着吃，也是一款不错的小零食哦。南瓜去皮后切成薄片，装盘隔水蒸15分钟，蒸熟后起锅倒入玻璃盆中，加入2勺白糖压成泥，糖的分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酌情增减。分几次加入糯米粉，试探着将面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我流浪在远离你的这座城市，积攒了许多关于过去的心事，在陌生的街头我常常想你，才知道有些人会再将红豆沙搓圆备用。我离开了属于你的那座城市，带着一点伤心告别。就一团面剂搓圆，中间按出窝窝，包上豆沙馅。最后一首诗，却找不到一张纯白的纸。捏紧封口，整理成圆形。水开后上锅蒸10分钟，一定不能超时哦。大风吹乱天空的故事。蒸熟后出锅，趁热沾上椰蓉，但要注意小心别烫到手。现在的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会不会记得一个人的名字。美味的小点心就完成了，尽情的享受吧。我流浪在远离你的这座城市，其实我很想知道大家看着又吃不到是什么感受。做法简单，喜欢的话你也去试一下吧，别忘了给小李子点赞收藏转发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